陈小姐，我是社工室李淑芬，昨天是我带你下山。你记得你为什么会在山上的医院吗？我山上的医院？是我曾经的医院吗？这医院已经荒废15年了。你讲那座山头顶管的，我知道结界，那个结界的来源哦，都是你的地方。失踪人员李雅婷。 最后被拍摄到的地点是在善恩医院的登山口。你说雅婷被困在姐姐里是什么意思？我就在这里。你是怪我，我利用你的心魔，建构一个虚幻的世界。我那天看见她，谁？后羿小女孩。 8年前，台中大坑卡多娱乐园发生了一场意外。你妈妈人现在在哪？你回来！你要你回来！ 线上朋友，大家午安！非常开心，今天大明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请到了国际巨星，真的真的。Hello，Hello，Hello，International。要来杨丞琳先跟那个大家打声招呼。Hello， everybody，my name is Rainy Yang。 So happy to be here。真的。Yeah，I have to promote my new movie，The Tag Two。好。 其实那个好，哎，我们回到中文状态。OK，All right。<笑>好了，我们真的很开心，那个杨丞琳来到这个安安大明星啊。安安大明星呢，就是常常邀了很多的艺人朋友啦，做一些自己的最新的作品的宣传。那你这次搭上的是，我们这次有荣幸把你请来，对不对？最近陈琳拍了个电影，去年拍的，去年底拍了，但即将上映了，这样。终于在鬼月就要上映了，一定要强调这个时间。 因为这时间会增加莫名的毛毛感，那毛毛感对这部戏剧的好感会有一点比较搭配。我觉得会搭配，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害怕恐怖片的朋友，其实不用害怕这部片，真的吗？所以如果当这节目最后，我也可以说服了自己，就是走进电影院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今天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我跟他们讲说，今天那个杨丞琳来，我们很开心。然后杨丞琳来，但是杨丞琳要介绍的作品，我们有点，我个人比较，我个人也是啊，真的吗？我不看恐怖片，但是这部为什么我觉得害怕的人会 OK， 然后不怕的人也会得到他想要的刺激，因为他。 很平均，就是他该吓人的地方也有，可是他剧情式的东西，然后很有内容的东西也有。可是我就是会在那个吓人的那个 moment， 然后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进来电影院？你不要怕，不要这样子，因为他不是那种太过有压力的恐怖片，因为太有压力我也无法，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全身很紧绷，然后随时就是要预备着捂眼或捂耳的状态。这在我的一个题目当中，我就想问你说，那你在拍摄看完？ 拍完了这个戏，这样接下来就是你要去看片的时候，也会有捂耳跟捂眼这样的。对于这部片，对这部，我觉得自己演的片子必须睁大眼睛看，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有可怕的地方出现，不免的还是会把眼睛紧闭。这里面如果有最可怕的话，应该不是你演的，应该这样说，没错。 不是我演的，但是大家要小心我出现的片段。了解了解了解，红衣小女孩的第一集就是造就了很多的话题，然后当然也让大家重新去想到这件在台湾流传很久的故事。那有人就从很多的面向去讨论宗教啊、灵学啊，甚至可能就从一些不可思议三度空间在讲说它是否真实的存在。那以杨丞琳来说，这个大家也会想说，这是一个这么现代感。 这么有学识、有涵养的女生，然后对这种比较灵异的事情，你个人，我真的有点好奇，你怎么看这种所谓比较接近灵异的感觉、三度空间的话题、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假这样子？其实对于
神啊鬼啊这些，我是一直都深信不疑。我觉得这世界上是有的。我以前不相信的只有一个东西叫外星人，但是我也被说服了。你被说服了。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有人看过它才会变成故事。嗯，我很喜欢你这个论点，因为我也觉得就是一定有人看过了什么。那不管他要用耸动的方式，或是他要用平时的那个去演说的方式，我都相信他应该是有他们看过的，想跟我们分享。而且一定就是大家口耳相传之下，然后有一个人愿意把它写下来，就好像红衣小女孩传了这样十八九年了，终于有人把它写下来，愿意把这件事情搬上大荧幕。我觉得就是近年来真的就外星人部分，我就觉得也是有，而且它真的可能来自远方的某一颗星球，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也有所谓的结界，也会有所谓的就是大家通俗说的好兄弟这样。有，你刚刚用了很专业的那个大家在那种讨论这些事件的那个说法叫结界这样。因为这个结界在这次的那个故事场景当中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类似像把演员端跟所谓红衣小女孩这个世界端做一个分野的地方。你们这次去的就是在台湾流传很久说可能是红衣小女孩真实发生事件的地点，但那里是一个传说很多的地方。对，真的去了。其实有人说它是猛鬼乐园，那也有人说红衣小女孩是在那个断轨的云霄飞车上发生意外的。那当然这有很多种就是传言对传言就会传出来。那我觉得导演还蛮变态的。导演很变态。对啊，因为我们就去了那个乐园，并且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主景，也是我非常常去的主景，是废弃医院。有，而那个医院在讲这件事，但很多人以为那个医院应该只是一个空的建筑物。那你告诉我们，它是？它就是医院本人。它就是医院本人吗？它的前身就是医院，只是它就废弃掉了。然后你就知道，就医院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就一定会有人离开这个人世。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要去一个废弃医院的时候，其实心情难免会觉得蛮毛的，蛮紧张的。那确实那个场景是我觉得反应更明显，就像我们去那个失事的乐园，其实它是一个开放空间，虽然它有很多游乐设施都已经生锈停摆，可是至少它是开放空间，我们可以看得到天光，或者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风，就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存在。但是废弃的医院，你踏进去就是户外是一个暖气炉，但是室内就是好像大开空调的感觉，可是里面没有空调，然后里面也没有灯，就是所谓的阴冷嘛。阴冷，然后你有起鸡皮疙瘩？有啊，我记得我那天去，我好早就到了，其实外面天都亮了，可是你就走进去，它就是一个很黑的世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那晚上更不用说，就乌黑。然后它又是长廊，就是医院嘛，所以一定就是有长廊。然后并且我那天明明就是本来就是天气很好，所以穿短袖，但我一进去那个医院，我立刻说好冷，我想要回车上拿毯子。对，我就拿毯子披着。那你们曾经在那个片，因为拍片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嘛，有在那附近就是夜宿吗？夜什么？夜宿。哦，没有，因为它是台北往返，还算不能算快，但是就是可以不用在附近住。那附近没东西耶。可是你可以在，就现在流行那种车子啊，可能就在那边修。我才不要嘞！没有，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在想，拍电影绝对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进进出出那个地方应该蛮频繁的，对不对？场景上，就算不知道怎么打横拍，怎么拍，一定还是会经常要去那边。那是我的主场景。对啊，那个。一般就是到此一游的拍照，你有在那边做这件事吗？我只有杀青的时候，没有，我才不调皮嘞，我只是
我的形象好像很调皮，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稳重、成熟、内敛的一个女人。但是我真的不敢在那里拍照，然后只有在杀青的时候，拍了一个纪念照片。然后其实回家就是要看那照片，因为它很暗嘛，我要调亮，我很紧张，我很怕我调亮，后面有什么这样。真的。对，如果不在那里拍照。但是这一次那个影片里面，其实你演的那个角色，应该是说跟这个故事里面，如果要有一点灵异嘛，就会有人，有一定有一些角色会写到说他跟他们交集的，或者他跟他们有一些所谓的故事发生。可是你的好像比较特别，对不对？你是演一位社工师。对，其实就是透过我的角色，因为我是社工师，然后我要去接触一个个案。然后在接触那个个案的同时，发现我15岁的女儿失踪了。那很巧的，这个个案它能够带领我去了解，就是我的女儿可能会在哪一个方向。那我的女儿为什么被抓走？也许就是跟这个个案它的背景故事有关联。然后也因为在寻找的过程而找到了第一集的沈怡君，对，也就是韦宁演的那个角色。对，所以我这个角色，其实从这个开端，然后因为女儿失踪而展开了，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然后也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的心魔跟执念。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看东西都喜欢有解答。对，第一集大家有一个问号，就是那为什么会有红衣小女孩？她为什么要出来吓人？那第二集你们去帮人家找答案吗？我们就是不小心找到答案了，所以我就是在透过寻找失踪的女儿的这个过程，找到了观众想看到答案之外，也找到这个角色他自己成长的东西，跟他获得的一些亲子之间的答案。所以就是你刚刚特别在一开始跟我们说的，说这部故事，这个影片里面，除了那些比较惊悚的，然后比较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所谓。不能称之为鬼怪，对不对？它是比较……其实也有鬼怪，也有鬼怪。对，我们不用保守，没关系。也有鬼怪，所以没有恐流，但是也有鬼怪啊，不好笑。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真的吗？只是有点太有深度，所以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想。谢谢你，我觉得你真的是人，不只是有内涵，而且很体贴，就是不管任何笑话，你都愿意给我们一点鼓励。没有，我会看状况。你是刚刚那真的还蛮好笑的，真的蛮好笑的，谢谢你。那我觉得说，不管我觉得旁边很像，我个人觉得诚恳什么？我诚拜托，我今天很紧张，因为跟你聊天，想当初聊天，上次聊天都不知道几年前的事情。可是我这个人那么 free， 然后我又那么随和，我懂。重点是你就是一个大牌啊，是一个大牌，是因为牌还是因为我辣？资历老是辣，是辣，我很辣，就是没有人这么形容我，没有说那个是老的辣啊。你说姜哦，因为我是一块姜，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形容一种状态，对对。我跟你讲，你现在说你是一个前辈，看你的样子，大家知道你年轻，但是看你的资历，没有人不应该用一点点所谓的尊敬来看你。尤其现在后生晚辈所谓进入这个歌坛里面，大家现在讲偶像看颜值，有谁从10来岁出道到现在31点点都还是颜值过人？这种事情怎么会突然就是从我们电影讨论到颜值？因为我在觉得说，你就算即便演一个好像就是居家的生活的，但那里面还是有一些脱俗的气质。这是在里面。你说《荼蘼》那部戏，还有包括你这一次演的社工师的一些片。没有社工师，你在后面就会看到他精疲力尽的样子。但是那个精疲力尽是因为你因为因着故事里面的一些对不对的一些细节，然后你是尽力去表演，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端点的问题。对对，那我觉得就是杨丞琳的身上看到很多成功艺人应该要。想要当成功艺人的新生代要去思考的，就是好好去研究它，然后才能知道说自己哪一步就是更好，这样可能就有一天可以跟你一样。也不用啊，我觉得就是很坚持自己一开始坚持的东西，保持热情。你可以出来开课了，真的，真的真的还好。你真的不要这样客气。我们刚刚在这一段之前，他在接受记者的访问，
就是他讲的那比记者提的问题还要好，就是哪一题啊？啊，任何一题。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论述出来一些让别人很有感触的，或是让大家能够去认同，不管它是一种理念也好，或是你要去宣导一些你的想法，甚至你只是要去传达你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你可以言之有物的让别人知道说，哦，你在说什么，我好像真的都懂。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可能跟年纪还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你不要一直这样子讲。那我们也不免说，那这个年纪还可以这么漂亮，是为什么？可是我还算33岁，应该还算蛮年轻的吧。我就觉得你喜欢用这个年纪之后，然后又说也还蛮年轻的。33真的是年轻的吧？我懂，我懂，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对很多20几的人来说，他看到你，他们也会觉得他是你姐姐。是这样吗？有，反正大家就是。不然我来问那些红衣老太太啊，旁边有。没有，我觉得就是把皮肤保养好，然后不要去弄有的没的。对，就除非你真的。真的是非常需要弄，就是你真的有需求，需求就不弄不行的人，就是比方说你真的是脸已经宽大到一个不行，就是人人都会劝你去弄的，那当然要去弄啊。但我们要听从人家一些建议。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已经很漂亮，或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由内而外出来的话，我觉得就不，我自己是觉得自然的状态是最可以维持最久的。一旦自然，其实就我是说外形上面，包含身材，我们本来就有我们年纪该有的纹路或是对状态，那我觉得就随着这个东西走，然后在对其他就是用心态。不然的话，真的会变形啦！以后真的有变形，也是一种会成为金刚的过程。金刚是什么意思？变形金刚，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行哎、欸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就是要斗天后开心，但为什么后劲还不错？哦好，要斗天后开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容易好不好？笑点算低耶、欸哦！不要这样子，你笑点一点都不低。我个人觉得您太高深了，我还是尽可能在一个状态当中问您这个事情就好，不要随便离题太远。他今天是来宣传《红衣小女孩二》的，对对，人漂亮，在里面还是不免要做一些很特殊的妆。对，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应该是说最早期已经确定要演这个戏，然后导演就希望可以碰个面，见一下我本人。对，然后他就问我说：“请问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角色的后期？”就都不化妆，然后我就跟他说，前期也可以啊。哇！然后他就觉得太好了，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表现那种憔悴感，然后就殊不知就是在定妆那天，他看到对，他看到我的素颜，他就说皮肤太有光泽。然后跟毛孔就是太细致，对，就是我现在在你旁边，就是我可以了解导演的心情。对，就他会觉得就是可能我自己讲真的很嘴软，但不要这样子，我可以帮你讲，就是、因为真的有在保养啦，有，所以就可能在这个角色需求他不可以，他不太保养，对他不可以保养，因为他又是社工，然后他又要在就在找亲人，对，又是孩子，他必须就是一个妈妈，因为大部分的妈妈都要有里面那种焦急的，对对对，或是忧心的，还有那种干燥感。你去看，真的很多很忙碌的妈妈，没有帮手的妈妈，所以最后都很干。那你最后在影片里怎么让自己干燥？我干燥的方法就是我那一阵子除了我其实还是很努力，就是我回到家还是会敷脸，对，一定要敷，因为我整天都没有保养品哎，我等于一到现场，我就是整个人很干，就自然状态当中，你的素颜在那里面游走这样子，就而且还要再加那个胶妆，就是必须要去呈现那种干燥的感觉，对，然后皮肤就是反正有光泽嘛，所以就要把它变雾。对，所以就不能看到皮肤的光泽，然后包含就是我们有一些瑕疵什么能露就露出来，就有瑕疵就放到最大，但这颗痣不能再大了。对对 对, 對，除此之外就是其他都可以。那个痣不是瑕疵，它是一个就是可爱的装饰。好的，谢谢。小时候。欺负的男生不是这么讲的、哦、真的吗？他们说那是一只苍蝇。哦，对，我懂，没关系，你知道，你从小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苍蝇都停在你脸上，你脸上写着赢啊。这个蛮烂的，还不错、啊、但我还是笑了。哦，好，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真的有这样需要，然后我理解导演，而且导演就是希望我可以上一些少年白，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本身这边有一撮白发，对，只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宣传唱片完，还没完全结束，等于我把唱片的那个宣传期剖一半，然后中间给拍戏、我就从那个紫头发整个染深，对，那在染深的过程刚刚好把那一撮白发染掉，
然后其实我如果不去做，就是如果是自然的状态，我本身也真的有一撮白发，然后就像那个角色一样，所以三十出头有白发一点都不奇怪。当然当然，而且看起来会像挑染，其实他们也会以为是一个时尚的装扮。其实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嘛。好，我们有一些剧照可以请导播也上给我们看，然后让陈立，因为现在那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预告片段，8月25才上映啦，所以现在很多都还是最高机密的概念。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有很多可以透露，只是就一些重点不要讲就好了。那我们讲重点好了。怎么行呢？对，但我觉得，像就我这个角色而言，我觉得最我觉得这张照片是这张照片是干嘛的？我也不记得了。没关系，它就是里面的一个那个社工李淑芬的造型。这个时候在打电话，焦急，那个眼神真的有30岁妈妈的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干燥人，有干燥，你看他眼周的地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帮忙。哦，怎么说？我那一阵子的嘴唇颜色很紫，是为什么？那很不健康的唇色。哦，我觉得疲累，然后加上那个角色给的压力，然后就可能血液就没有流得很通，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嘴唇真的好紫哦，很紫，就是那种。真的是很暗沉的，就没有那种你喜欢的血色的感觉。对，但我觉得是帮助那个角色的。对对 对, 對。然后这是你在，这是在场景，这是医院，这是废弃医院。对，天哪，你看那个眼神，然后你真的是他把你画的，他把你脸弄得很干燥。就干燥，然后黑眼圈会分不同的时期。哦。其实到后面我们已经拍到他不用特别加黑眼圈了。哦。因为就是后面已经拍到真的很累，那个黑眼圈跟眼袋就是。直接出来，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我，但这个我好不像你哦。其实这一幕我有一点点怀疑，剧照师是不是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拍的？为什么？然后并且被那个电影公司拿出来用。可是这个很真实。没有没有，当时这个场景其实更紧张。好可怕！你要说什么？你说。我不会说什么。你为什么不说？对，但是我觉得。但旁边这是小鲜肉的概念。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个？没有，但是旁边是我女儿，你有看到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吗？我懂我懂，但是我只看到你的脸，就是一脸惊恐，所以这前面看到的是红衣小女孩吗？我们不方便透露。不要这样子，你什么都不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唱歌好了。但是其实真的啦，有一些重头戏真的不便讲，可是我希望大家进戏院可以看到，我不同于你们想象的表现，然后你的不同于我们想象的表现的这件事，可以再多说一点点吗？你想要让我们看到你怎么了？完了，好像不能讲。啊，你看今天就是有很多不能说，反正，但我们又好想听你说。这个角色其实导演，好，有一个可以稍稍的透露啦，就是导演他其实希望这个角色是一个一焦虑就会抽烟的人，有抽烟习惯的人。那我本身没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我当时还跟导演说。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突然的，就是本来都没有，是读本那天他突然说要加，我说没问题啊，我会练，然后我就赶快就跟一些抽烟的人要了几支烟，然后还有请我经纪人帮我买打火机，我就说我可能回家要练一下，对，然后他就是很贴心的帮我准备了一个全新的打火机。那个瓦斯很旺，然后那个抽烟不是都要先把烟叼在嘴上，然后才打那个才那个那叫什么呢？就是火，他把火能够打起来。对对，你要开始就是生火就对了。对对对。然后就那个他太贴心了，瓦斯太强了，所以我生一瞬间烧掉我的前面的睫毛跟眉毛已经长出来了。哦、对对，我正在端详着他到底现在的状态。对，好险，我是一个浓毛人，就是我眉毛很多，然后睫毛也很多，但是那一瞬间我的眉头的毛，被烧到毛真的是先卷哦，卷完它才掉。哦、我就眼睁睁看到他们很卷，然后我拍一拍。全不见就秃哎，就前面，然后跟那个前面睫毛就后面就超长，然后前面就超短，然后就立刻，然后也是一种新造型的，重点是很烫，烫，就是我有一点烫到皮肤，但眼球没有，然后我就立刻传给我经纪人说，为什么你的火这么旺？我已经开到最小，他说哈，我还怕你不够用，帮你买了一个新的，我说我被烧到，然后那阵子其实有一点怕火，然后就因为怕，我就先放弃不练。所以我每一次的抽烟这个习惯，我必须要在，他需要的时候，就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个角色养成习惯，但我可以因为那个角色需要，我当下去做，然后当下去被教学，了解，跟当下去逼迫自己要做这个动作。这一个人也是要有很有那个灵性，才能够立刻有领悟。不抽烟的人要对。弄成是抽烟习惯，对啊对啊，有点困难，而且当然也要设定烟灰啦，干什么？对，要设定他是
当然要看他是老烟枪呢，还是偶尔焦虑抽一抽或什么。但确实，我觉得即便这件事情不是《红衣小女孩》这个电影的重点，但是这毕竟是这个角色他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就，反正我那时候就是还蛮倔强的，就是摄影师他反而都是他叫我先不要抽，你可以休息一下，跟导演说你要休息没关系。他说即便有抽烟习惯的人拍抽烟的戏都会想吐的，他说我觉得你不要逞强。结果其实一讲完，我立刻我很想吐，但我吐不出东西，但我立刻就是倒在那个片场的沙发，30分钟起不来。真假？我起不来，因为我一起来就是，我不会形容哎，就是一起来我觉得我头晕脑胀，然后会立刻吐出来。那旁边的说句那个礼貌话，就是旁边人会以为说那是拍戏现场怎么了吗？其实大家就会让我休息啊。我是说，因为在拍这样的片子，对，他们不会，他因为他们知道我就是因为希望可以做得很完美，我就是在现场所有的烟枪们必须来当我的就是。我就说所有的烟枪们，麻烦你们坐在导演那边来当酸民，就一有任何不像不什么什么，你们就告诉我。所以10个人有一个人觉得有点卡哎，我就会重做。所以我就是那个戏就是一直不断。这已经跟参加奥运是一样的精神，就是看人家怎么打分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啦。你也是蛮自虐的嘛。可是不像，就是抽空烟就很假。我知道，但是就是不想抽，然后又要去演成这样。说实在话，就是还蛮真的蛮恶心的。是恶心的感觉。因为那种烟枪的最恶心的东西，应该是他不抽的时候的那个口气，真的实在是。反正我就我现在想到都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需要这样。当然。对他真的很焦虑，他是个焦虑的妈妈，他的工作也很焦虑。你知道吗？人家找你拍戏就是这样，在我物超所值啊，不然找个杨丞琳来，就只是来卖脸又干嘛？就是让他素颜，又让他那么干，然后眼周那么多细纹。他卖个屁啊！是这样讲，而且你烧掉眉毛，应该也算是对你朋友的一个呼应啦。维尼吗？对，他都已经割掉，不是割掉，他是剃掉，他整个剃掉，对对对，他的角色是，多这个东西还确实还蛮好的，蛮像的。有点恐怖。因为他的角色是，因为我的关系，我找到了他嘛，那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会找到他？第一集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吗？所以当然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延续的故事。是，对，那是还蛮呼应的。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哎，自己眉毛烧掉，然后空一块，但看到他不是空一块而已，对，觉得很贴近那个角色。那他那个时候不那个没戏的时候，会把后面一段用画的补起来吗？他别的工作的时候会这算是一个小爆料，感觉也还不错。不过有一个报道写就是说，你那时候拍完之后其实是心里头有什么小纠结吗？他们说你有三个月很难睡哦，还是真的？哦，都是大失眠啊，精神状况非常不好。是因为太入戏了还是？我觉得是没有把角色的情绪好好消化完，因为我那个角色坦白说他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他是他没有机会崩溃，他没有时间崩溃，他其实是应该要崩溃。他遭遇到很多事情，他反而就有点像人家说创伤症候群的人。其实他表象看起来是最正常的那个人，其实他受创是受的最大的。对，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正常人里面的异常的人。对，他看起来看似很冷静，他很多东西都在里面。直到真的是到后面，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他越来越觉得他要真的失去他女儿了以后，我觉得才会陆续的看到他的一些大的反应。但我是觉得，因为我那个角色他压抑面很多，是，然后我必须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要把自己维持在一个不能失控的状态，所以反而我觉得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跟那个角色带给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在杀青过后丢回我本人身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好好的消化，而且前面一个月我没有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走不出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我觉得很没有这种事，应该这么说，就我很铁齿。你的经验告诉你，对，你不会这样。对，我的经验告诉我以外，我也是蛮铁齿的，所以我就不去面对，所以又更拖了，又拖了一个月，然后拖到第二月的时候，工作人员是直接觉得说，好了，你。因为我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负面的，每一句我不是这种人我应该算
大家应该觉得我还算蛮阳光的吧？阳光阳光。对，但我真的就是很负面。对，甜心真的就不用加了。我懂，好不好意思。甜心外表看得出来。我懂，我懂。对，真的很抱歉。那些红衣老太太不要笑。好。对，所以那时候当工作人员就说：“好了，淑芬可以不要再上升了。哦”淑芬就我那个角色，啊、对，秀婚、嗯，李秀婚，李秀婚，李秀婚，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吓到，对，然后也觉得他们很荒谬，还是想要贴纸，可是回头想想，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要正视这件事情？因为都两个月了，然后再来一个月，就等于是自己慢慢的要去整理、调整，然后要把自己拉回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再回到阳城里。而且其实很累，因为这中间我都有工作，所以我等于在工作的时候，我要表现的是我工作该有的专业，可是，在工作以外，我自己要去调整好我自己的状态，所以真的好累，精疲力尽的，就是觉得以为杀青完了，耶，这一切都结束了，殊不知它延续到我杀青后，有一个新的开始，觉得对，纠缠，还蛮纠缠的，我觉得跟红衣小女孩一样。好，我们在最后的这一句话之后，就是回到了这个电影的部分。8月25号上映。我们刚刚那个制作人一直到那边跟我说：“哎、欸，陈琳后面有事。”然后那个一直说，我就说不行。我们今天一连串的宣传。对啊，陈琳要说话，我们怎可以打断了？他都好不容易来，国际巨星来了，就是能多讲三分钟，就是我们赚到。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一定要啊！你为什么要让人家误会我就是一个很不随和的人？没有，你不没有不随和，是我们制作人太纠结，我不懂他为什么在画圈圈，我不开心。但你不开心？对，那你有想要继续吗？还是你想要下班了？我觉得可以下班了。好啦，我今天杨丞琳可以来真的、欸。我插话可以吗？你说。8月25上映，对不对？对。8月22有首映。哦，好。首映会大家 come on。有 dress code 最会来。dress code 不用吧？哎、欸，但其实有请阿雷啊，其实。其实我下周有一个。会有一个宣传的公开活动、那个啊，所以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去吗？此刻还不行，但请大家留意红衣小女孩的官方粉丝也跟我本人的，对对对，300多万的那个地方看一下。That's right。对对对，哎，那我们其实我们节目都会有用手机自拍，你介意吗？拍三张。手机？就是那个哎，制作人手机嘞？刚不是已经拍了10张拍立得、啊？那拍立得是要送给那个粉丝的。那三张自拍就是他会留在那个网络上，就是做一个你今天到此一游的那种，就是拍照打卡的概念。啊，天哪，我们征求天后的同意，我真的觉得一个国际巨星愿意拍三张，夸张，飙涨，我就是走浮夸路线，然后看到你就是开心。而且我告诉你们，杨丞琳就是他连拍立得都自己拍，然后他喜欢拍鼻孔。你一定要拉人中吗？好，你拍3张的吗 ？Yes。所以随便都可以就对了，就直接上。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我拍照就是快很准。我懂。这张还不错吧？好，还不错。请大家之后上安大明星去看，我不能再说有多美了，已经无法再更多的形容词去讲杨丞琳的好。谢谢，我可以下班了。可以，杨丞琳这样不要这样子，各位太太。人都来了，我们好好做个结尾。腰好酸嘞、欸！我平时不是一个挺胸的人，我还一直勉强自己挺胸半小时。而且他今天那个下半身那个我们没有跟他讲清楚，然后他今天就是一直拍着上半身，就是但你们知道他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神，所以你们要好好看一下我们后面节目会回看成一个节目，然后一定要去看红衣小女孩。为什么要一直说我是漂亮的女生？我为什么觉得很讽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真的漂亮啊，不然你要我说什么？你说美丽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生。好，她是一个才女，她是才华洋溢的女孩，才华洋溢美美貌兼具，好吧？那 OK， 可以说 ending 了吗？可以，那你来 ending 好了。就大家8月25号就上映，8月22有首映、嗯，对，一定要有最会来，最会来，嗯、好不好？可以有这荣幸跟女神同框一下，做一个 ending 吧，好。谢谢大家今天看那个安大明星，这台没有，它到底是哪一台啦？是这一台，好，是台，好，不好意思。安大明星今天开心， Goodbye, 对，杨丞琳来，导播要去看电视、哦，谢谢，好，看电影，谢谢，擦掉喽，下次见，拜，导播，谢谢杨丞琳。